Olive Residences， 多伦多北约克一个比邻地铁总站的项目。它位于北约克著名 Yonge and Finch 地段，那里拥有地铁一号线总站和巴士总站。Yonge and Finch 居民可以方便到达不同地方。北约克恩街的商业、零售、娱乐等等都一应俱全，而且当地有不少亚裔商铺，所以一直吸引中、港、日、韩的留学生或者新移民在这里居住，带动北约克的租务需求。由项目出发，步行两分钟到恩街，那里有众多美食选择，行多啲就到地铁一号线总站 Finch， 可以一条线直达多伦多市中心。地铁站隔离亦都有巴士总站，而步行十分钟到超市 Metro， 行十五分钟到商场 Empress Walk。揸车嘅话，七分钟到购物中心 Center Point Mall， 八分钟到 Old Common 高火车站，九分钟到 Highway 401。11分钟到 Seneca College 的 Newnham Campus， 15分钟到 York University。 Olive Residences 楼高29层，大约有350伙，间隔分一至三房，面积由405至1296平方尺，会所包括健身室、瑜伽和普拉提区，共享工作空间、推移运动室、儿童游乐区、户外露台等等，预计2025年入伙，售价由50多万加元起。如果想知道更多资讯，欢迎联络宏基地产。